爽滑口感，有韧劲。这就是你们在市场买的米粉，你看，松松散散，还这么容易断条，还粘在一起，一看就没有什么食欲。再看看我们自己研发的手工米粉 ，QQ 弹弹，还不断条，能拉这么长。重要呢，我们的米粉是采用优质的大米、玉米淀粉和水，没有添加任何的高科技，干净卫生，而且好吃又不上火。里面呢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。我们的米粉呢，都是经过天然干晒的，你们看，多么的晶莹剔透，好吃的东西呢，你们懂得去分的啦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是开吃了。开饭，爽滑口感，有韧劲。